珠宝奢品行业顶尖公司蓝海逸星发布重大利好消息，刚刚回国的新任总裁庄心妍宣布与未婚夫严兴成先生订婚，他们的订婚典礼在今天的蓝海公司礼堂举行。下面请跟着我们的摄像机走进隆重的婚礼现场。谁啊？老沈，是我。我给你送点新蒸的菜包过来。哦，来了。别看那边，没关系，我在呢。啊，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怎么办？刚刚那个女生，她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。镇定一点，你要知道你在什么地方，你更要清楚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第一天回来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麻烦。方向和元帅去处理了。相信我。快去换衣服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去吧。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婚礼？我刚刚明明看到了，订婚的那两个人，蓝海逸星的庄总，他是我从小一直长大的。你干什么？你看错了，站在台上的正是蓝海逸星的总裁和新任副总，他们两个人订婚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不对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参加婚礼，对不对？方翔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元帅。你们不告诉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去见他，我亲自问清楚。哎，元帅，起码这样他不会再说什么。
真是一场让人羡慕的订婚典礼啊。你该不会是不认识我了吧？流光集团汤奇先生的亲妹妹，森林时尚工作室的 CEO 汤林。原来严先生对我这么了解，我是不是应该觉得荣幸呢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嘛。我以为经过上次版权事件，蓝海和流光会迎来新的局面。你想要什么局面？合作，或者更亲密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任何亲密关系都没有兴趣。严先生这句话好像是在告诉我，这场订婚礼背后有特别的意义。和你有关吗？迟早有一天，你的一切都跟我有关系。我们可以走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严先生这句话好像是在告诉我，这场订婚礼背后有特别的意义。严星城，怎么办？今天我那个朋友他肯定看到我了，怎么办啊？知道了。就只是知道了，不然呢？那我们总该想想办法吧。要不要查查他今天为什么会在那里？啊，或者你安排一下让我们见个面。见面，然后呢？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，试图跟他解释。你在明处，任何一点轻举妄动都会引来集团和庄家的轩然大波。我再三提醒过你，不要试图做做不到的事情，守住你现在的位置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可是，我已经让方想和元帅去处理那个人了。你现在需要做的，就是做好你的庄大小姐，其他的交给我。
想去就去，走。哎，这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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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怎么跟美娜讲，她才相信那个人不是她闺蜜？她不会去公司乱问吧？她不会被开除吧？想办法让她相信不就行了？干嘛在乎那么多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人家小女孩好歹陪你出了场任务，你怎么这么无情？我从来就没有要在乎的人。又来了，又来又来，还是出了老大呗。算了算了，和你个大木头讲不通。这样，袁大帅哥，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，可以吗？我该怎么说，才能让美娜相信大小姐不是她闺蜜？我该怎么说，她才不会去乱问，也不会去离职？元帅，把你们都拉黑，再也不想见你们，再。你这个臭女人，你一个电话都不打，一个微信都不回，你该不会……今天那个人应该就是你吧，妈妈。世界上不可能会有如此相像的人，你一定认错了。你好，麻烦加点酒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不欢迎我？这么美妙的夜晚，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，岂不是很浪费？美妙？别误会，我之前都已经拒绝你了。现在更不可能跟你继续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么有趣味又跌宕起伏的夜晚，太浪费了而已。汤小姐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就喜欢你这么痛快。我要严星城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严星城刚刚……严副总和我们总裁今天才刚刚举行完订婚仪式。那又怎么样？是我汤林家世不够，学识不够，还是外貌不够，配不上他？爱情不只是用条件来对比的。林先生居然对爱情两个字深有研究。那你告诉我，男人和女人不摆条件摆什么？总不能是一往情深吧？我和汤小姐在人生认知上有很大的差别，抱歉，不能再陪你聊下去了。我问你，严星城对我这种真正的千金大小姐都不能一见钟情，那你们怎么相信他能对假冒的千金大小姐一往情深呢？你在说什么？当初庄老董事长派你到国外接庄心妍回来，你却在当地滞留两周后空手而归。现在庄家那位高高在上的庄大小姐带着严星城空降回庄家，你们就真的相信庄心妍是真的庄心妍？严星城就是真的严星城吗？帮我去查一下蓝海集团刚订婚的那位总裁，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。
庄总，严先生，汤小姐她一早就来公司了，说有非常重要的商业合作要跟您亲自面谈。我已经试图阻拦了，但是知道了，去忙工作吧。汤小姐，合作？你们刘光和我们蓝海？是我的 Celine 工作室。我想要买断你们蓝海一星第二设计师一整年的心智产品。庄总，开个价吧。汤总知道买断一个工作室整年的设计需要花多少钱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价钱你们尽管开，我出十倍。十倍？汤总开玩笑呢吧？只要你们严副总开口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什么事？林总监，这是昨天您让我送去制作部的资料，已经找老师们确认好了。好的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你去总裁办备案了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给忘了。没关系，我来联系乔秘书吧。哦，不不不，这是我的错，我送去吧。双生玫瑰，你也认识这幅画？嗯，这是我之前在海外艺大上学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的作品，当时我的闺蜜还临摹过这幅作品，当作她自己的毕业作品。艺大，你的闺蜜？嗯，所以你也想要借鉴这款双生玫瑰吗？你认识这幅画？我海外留学的时候知道这幅画，是一个著名教授年轻时的作品。庄总，签字吧。汤小姐，你提出这样的合作协议是违反商业交易原则的。对于溢价数倍的合作协议，我们需要时间审慎思考再做出决定。真正做生意的人是不可能拒绝溢价这么多倍的合作意向的。庄总是不是根本对做生意不感兴趣啊？那我想问庄总，将来怎么在财报上向股东交代？这和财报无关。那和什么有关？和真实有关。说得好。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，我就喜欢跟庄总这么真实的人来往。我和你们第二设计师林木帆林总监是相识很久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的设计，而且我也非常有意向跟他达成亲密无间的合作，所以无论庄总签还是不签，我都希望庄总能够把他调上来，我们三方亲自会面。三方？沈曼宁，曼曼，
是你吗，妈妈？你不说你出国研修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还有，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啊？那天在礼堂那个，真的是你吧？啊？你认错人了。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你长什么样子，说什么话，甚至你的声音我都知道，我怎么可能认错？曼曼，你看着我呀，我是娜娜，曼曼。有点规矩。这是你最顶头的上司，蓝海一星唯一的总裁。什么？你说他是谁？他姓庄。叫庄心妍。不是，我叫庄心妍，你认错人了。曼曼，是我。林市长，如果这是你工作室的员工，请你管好他。对不起，庄总，是我的疏忽，我马上带他离开。不可能，曼曼是我，我是娜娜，曼曼，曼曼是我，林总监，曼曼，你们蓝海一星。果然都是有故事的人。不过我对你们的故事不感兴趣。唐小姐。林总监。你对我提出的溢价10倍的合作意向应该也没有什么意义吧。庄总签字吧。怎么连签这种合作意向都要跟严副总关起门来商量10天半个月吗？蓝海一星的大总裁，未免也太没有魄力了吧？签。既然我们的合作意向已经达成，那么庄总，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储备仓库吧。我听说你们的珠宝储备仓库只有总裁一个人才能打开。珠宝储备仓都是数层加密，
虽然我有办法解决问题，但是要从 bug 里切进去，这就相当于炸了自家中控系统，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，还会有大麻烦。庄总，您在90秒内有3次机会输入正确开锁密码以及您的身份认证，才能打开加密门。90秒？对，如果超过了，加密门会自动反锁，没有向警方报备将永远不能打开。怎么了庄总，不打算把门打开，让我们看看蓝海最有实力的制作储备吗？高位加密码允许容错数3次。